及呼吸系统在足部的反射区。首先咱们看一看呼吸系统的主要脏腑器官，它主要包括喉、气管、左支气管、右支气管、左肺、右肺。喉，喉它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发音的一个器官，也是呼吸系统的一个主要门户。喉气管的反射区在拇指和食指指骨这个骨头缝呢，也就是喉的位置，气管的位置。一个手持脚，另一手的食指用单食指拐把握拳，食指单屈，用这个侧面，拇指固定，食指呢压在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骨头间隙，压住以后，然后呢向上，使力，向上使力。到这个两个指脚趾中间的这个根部的时候，用力的按一下子。这个位置呢是气管和喉，主要的适应症呢，喉吧可以呢治疗喉部的一切炎症，比如喉炎啦、白喉啦、声音嘶哑啦等等。气管，气管，气管它主要是呼吸道的一个通道，然后呢分成左支气管、右支气管以后到肺部。气管的反射区在拇指和食指指骨这个骨头旁边，也就是喉的位置，气管的位置。一个手持脚，另一手的食指用单食指拐把握拳，食指弯曲，用这个侧面，拇指固定，食指呢压在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骨头间隙，压住以后，然后呢向上，使力，向上使力。到这个两个指脚趾中间的这个根部的时候，用力的按一下子。这个位置呢是气管和喉，主要的适应症呢，气管呢可以治疗呢气管炎、急性气管炎、慢性气管炎、咳嗽、多痰等等。肺与支气管，然后你分成左支气管、右支气管以后到肺部。肺部有许多支气管和肺泡组成，它主要呢的功能就是换气功能，也就是说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这是肺子的主要生理功能。气管的反射区在中指的在中指，从肺子一直到咽声到中指，这是支气管反射区。下面这个在脚的脚掌的正棒肌的下方，也就是斜方肌的下方，这个反射区，这个位置是肺子反射区。为了大家记得方便，可以给大家走编个顺口溜，叫一横线一竖线，一横线一竖线，这就是肺的反射区，挺特别。下面具体操作肺子的反射区的做法。肺子反射区
用单次扣损法，用第一指关节的关节面啊来使啊使力，具体操作，一个手赤脚，食指从内向外啊做拐压，看我啊，这个第二这个指关节啊指关节下方这儿开始压住，向外伸。向外伸，它具体反射区的位置呢是在斜方肌的下方，从这个指指关节开始一直做到第五脚趾的这个肩部的位置，它的主要适应量就是肺子的一切疾患，你比如肺结核啦，支气管扩张啊，肺炎啊，咳嗽、气喘，这些疾病都适应。这次完以后，改换手法了，做支气管。用什么手法呢？用拇指腹推压，手放在肺子的反射区的位置上，拇指向上一直推到。中指，另一只手在后面固定啊，固定。这就是支气管。做的时候一定要把中指捋直了。这个部位就适应于呼吸道的一切疾病，比如气管炎。咳嗽、多痰，以及肺部的疾病和气管的疾病。我建议大家这个反正是记更牢，给大家呢讲一讲：一横穴、一竖穴、消炎止喘、肾上穴，就是大家把这顺口溜记住以后啊。就可以呢，记你这个胆汁区的位置和它的功能都记住了啊。肺子一横穴，气管一竖穴，消炎止喘肾上穴啊，肾上穴是胆汁区啊，以后再讲。横膈膜，这个横膈膜呢，它主要呢是位于呢这个躯干部分的。正中间，它把躯干分成两部分，上部分为胸腔，下部分为腹腔。它是一个肌性的隔膜。横膈膜的反射区在脚的背部，以第五脚趾的股骨头相对侧一条带状。具体操作。两个拇指在脚心固定，双手中指、无名指和第五脚趾手指弯曲空握拳，两个食指相弯曲以后平放在足背缘上啊，平放的，然后向两侧做个带状的按摩。这个反射区取的时候要注意它的一个位置，为了对于大家具体掌握，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第五指骨这个粗笼部分，这小粗笼叫结节啊，这小结节每个人都有，大小不一是吧，在反射区的位置上，它是那肘关节的反射区，以这个关节啊为标准，向上向对侧一条直线，这个位置就是你膈的反射区的位置。再具体操作一遍：拇指固定，手握拳，食指弯曲平放在脚的足背上，然后向两侧滑动。具体
视力低的人应该在四肢这个关节侧面，这样的啊。这个位置呢，这个反射区，它可以呢治疗呢打嗝，就是嗝逆啊，打嗝、恶心、呕吐，还有腹痛等等啊一些疾病都可以做它，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和神经系统的疾病都要用这个反射区。第七集，消化系统在足部的反射区之一。下面讲消化系统。消化系统的门户就是口腔，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进食和咀嚼食物。食道把咀嚼好的食物吞咽去以后，通过食道到胃。请看这张图，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一看消化系统的脏器在脚上管着起的位置。首先看一看食道，在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中间这个骨头的间隙当中啊，这是食道。食道的反射区它位于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的间隙啊，这个位置也是喉反射区的下方。具体操作，一个手赤脚，另一只手用单食指刮下法，也就是用食指的这侧啊，是食指弯曲啊，拇指固定，压在这个骨头间隙中间，两个骨缝中间压住，然后向上用实力啊，用力。这个反射区呢，它主要呢治疗食道的一些疾患，你比如食道炎、食道溃疡啊、吞咽困难啊等等。胃，食物啊通过食道储藏到胃里面。上面这个口，食道和胃的接口的部分叫贲门。胃体它的出口叫幽门。食物在胃里边有胆汁、胃酸和胃液对食物进行糜化啊，进一步消化成糜状，然后通过幽门排到十二指肠。胃反射区的位置在双脚啊，双脚支持关节的下方，直尺关节的下方，这两个红颜色的大约有一指宽啊，这个位置这是胃的反射区。胃的反射区它在第一直尺关节的下方啊，关节下方，它的反射区的大小大约一横指的位置，这个一横指指的是同分寸啊，同分寸一横指的位置。如果脚大，我们可以呢，
个横坐啊，横坐。如果脚脚可以竖着坐，他的手法呢也是用单食指扣拳法，单指扣拳法。大家看我操作，一个手赤脚，另一手啊，像这个脚的大小就可以用横坐的手法了，我就可以用这个手法。用这个第二十五厘米面和这个关节这个五个坐。首先第一个做法，固定好脚以后，把这个手操作手放在位置的位置上。顶住啊，顶住，按压三到五次，这个反射区它主要适应什么呢？胃里边的胃肠里边的一切这个疾病，主要是胃炎，胃炎呢分急性胃炎、慢性胃炎、胃溃疡。还有恶心、呕吐、胃痛啊等等这些疾病都用这个反射区，这是啊这个胃的反射区。十二指肠，十二指肠它的功能主要是消化食物啊，消化食物。通过十二指肠，为什么叫十二指肠呢？因为它呢正好有十二指肠这么一段长啊，所以呢给它一次定名为十二指肠。胰腺反射区的下方是蓝颜色的，这是十二指肠反射区啊，十二指肠反射区。十二指肠反射区在胰腺反射区的下方，具体操作也是用单食指扣拳法，一个手固定脚，把食指放在十二指肠反射区这个位置上，然后往前使力啊，用力就可以了。十二指肠反射区它的适应症呢也是很广的，对胃部的疾病和特别是对十二指肠溃疡效果更好。只要你治疗呢这个胃痛、胃酸、恶心、呕吐啊，这些消化系统疾病都治疗。小肠，通过十二指肠以后到小肠部位啊，十二指肠实际就是小肠的一部分。十二指肠呢，到小那个食物啊，到小肠以后呢，进行进一步的消化吸收。小肠里边呢，有里边有很多的血管，这样呢对食物呢进行呢这个营养成分的吸收。另外呢，小肠长度也比较长，它一般都是五米到七米左右，所以啊，这个它是人体营养成分主要的吸收部分。黄颜色的啊，脚心的下二分之一，脚心的下二分之一，黄颜色的两个位置是小肠反射区。小肠反射区的位置在脚心的下二分之一，足跟上方，脚心的下二分之一这个位置。这个具体操作，一个手赤脚，用双指扣拳法，手握空拳，食指和中指伸出来，用这个关两个手指头刮呀啊，它具体操作啊。压住以后向下，压住向下刮压啊，要刮压。这个部位主要是治疗小肠疾患啊，你比如小肠有发炎了，肠炎啊，就是肠炎，急性肠炎、慢性肠炎、腹痛、消化不良啊，营养性消化不良啊，这些都可以治疗。横结肠，小肠最后从到升结肠啊，回门瓣啊，这个盲肠回门瓣以后到升结肠，
升结肠、横结肠，这一段也是啊，这个升结肠、横结肠，这段呢，主要呢，它也是食物的运输和营养成分的再吸收。下面我们看左脚，左脚的横结肠反射区，向内侧画一条直线，这是横结肠反射区。右脚啊，也有横结肠这个反射区啊，横结肠反射区是从外向内做，看我操作，用单十指扣弦法，单十指扣弦法，也用这个第一指关节啊操作。但是啊，大肠有疾病的，消化不良啊，和一些肠炎呐、结肠炎呐，都做这些反射区就可以了。下面请看左脚，左脚的这些反射区，这些下面要介绍一下：胃、胰腺、十二指肠、小肠。下面看横结肠，横结肠的操作和右脚有所不同。它的肛门啊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方向是不一样。右脚呢是从外侧往里侧做，左脚呢是从里侧往外做。大家看我操作，一个手固定脚，用单十指扣弦法，横结肠，横结肠，降结肠。降结肠、胰脏结肠、直肠及肛门，这一段主要是呢进行的食物的再吸收和糟粕的排除。这里边呢，这时候呢，营养成分呢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啊，这个呢都是水样的粪便。经过这一段肠子的水分再吸收以后，使呢粪便呢。就是这个是成型，然后呢排出体外，通过肛门排出体外了。降结肠反射区，这个到腹骨的啊，就是到那个股骨啊，这个是这一块股骨里边，也是第四、第五角的骨头缝的咽肠，股骨这个骨头的外缘往下做，这什么呢？降结肠，降结肠啊，在。股骨的外缘，降结肠由脚趾方向向脚后跟方向，移植到脚跟的跟骨这个位置，外缘的位置。这个位置啊，主要是治疗便秘、结肠炎。第八集，消化系统在足部的反射区之二，乙状结肠、直肠、肛门。乙状结肠、直肠及肛门，这一段主要是呢进行的食物的再吸收和糟粕的排除。这里边呢，这时候的营养成分呢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啊，这个呢都是水样的粪便。经过这一段肠子的水分再吸收以后，使呢粪便呢就是这个是成型，然后呢排出体外，通过肛门排出体外了。
这些呢主要都是呢消化系统的管道部分。乙状体它直肠及肛门两侧区，乙状结肠直肠及肛门这个位置哪呢？在脚后的那根骨的上缘啊，根骨就是根骨上缘这位，然后进行操作，也是用单丝扣绳法从外缘固定向内侧到脚底的啊，这个脚底部这位置啊，到根骨的这内缘这个位置，也就是膀胱在一条直线上，因为膀胱是在内侧啊，它呢在脚底部这位置，手立起来，肛门啊，肛门立起来，肛门，然后顶压。下面我把这个啊三个反式连续的连续连贯的给大家做一遍。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及肛门啊，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及肛门。肛门的反射区主要呢适用于痔疮啊，痔疮。另外呢，这个肛裂等等。盲肠、小肠最后从到升结肠啊，回盲瓣了啊，这个盲肠回瓣以后到升结肠，盲肠反射区的位置，它位于足跟外缘啊，外缘这个位置。这个手法呢，用单丝扣绳法，用第一只关节来顶压，一个手握拳，一个手握脚，放在这个盲肠的位置上，然后顶。这个反射区的适应症治疗。盲肠炎，也就是阑尾炎，啊，还有腹腔的一些疾患。回盲瓣，小肠最后从到升结肠啊，回盲瓣啊，这个盲肠回脉沟到升结肠，这个位置是回盲瓣反射区。回盲瓣，回盲瓣的反射区在盲肠的反射区上缘，啊，上缘，就上边。手法呢也是用单丝扣绳法。因为这个回盲瓣啊，它就是防止小肠食物这个流速过快到大肠，也防止你大肠的食物流入小肠，所以它呢。就起个消炎和调节生理功能的这么一个作用。升结肠到升结肠，升结肠、横结肠这一段也是啊，这个升结肠、横结肠这段呢，主要呢它也是食物的运输和营养成分的再吸收。升结肠反射区，升结肠在回盲瓣的上方，回盲瓣的上方。下面看我操作，回盲瓣这个位置放好以后，往上提，也用单丝扣绳法。这个提多高呢？要这个在这个骨，这个小结节的啊，跟它一边高就可以了。所以从这儿到这儿，这是升结肠部位啊。看我具体把这三个反射区连贯的操作一遍：盲肠、回盲瓣、升结肠。
肝脏。肝脏，肝脏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身体，它的重量大约在500克左右。它的主要功能，第一是分泌胆汁，第二是代谢和储存糖分，另外呢还有解毒的作用和吞噬各种细胞的作用。肝脏反射区，它主要是位于第四、第五直指骨节，直指骨间隙，肺是反射区的下缘，这个位置是肝脏的反射区，也就是在第五至五和第四至五中间的位置，这是肝脏反射区。因为人体的肝脏和胆囊在右侧，所以呢，它的反射区也在右脚。现在我们看看右脚反射区，这个肝脏的反射区的位置。肝脏的反射区在右脚第四、第五指骨啊，指骨这个骨头间隙，也就是肺子反射区啊，枕头区的下方下缘，肺子反射区的下缘啊，第四、第五指骨。间隙，肺子反射区的下缘，这个位置就是肝脏。从骨骼学来讲，就是什么呢？第四指骨和第五指骨中间啊，间隙的位置是肝脏的位置。胆囊的位置在哪呢？在第三啊，第三指骨和第四指骨这个骨头缝间隙啊，肝脏。胆囊，肝脏，胆囊。下面呢，给大家去操作一个，一个手啊，固定脚，另一手用单十字扣拳法啊，单十字扣拳法，在肝脏的位置固定住，固定住，向前施力。肝脏反射区这个位置适应性非常广，非常广。我对急慢性肝炎、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啊，消化系统疾病都可以做。肝硬化呀、浮肿啊、浮水呀、肝浮水、肝硬化都可以做这位肝脏、胆囊。肝脏的下方啊，就在里面包裹着，是胆囊，啊，胆囊。胆囊呢，它主要的作用呢，主要是储存胆汁，就肝脏排出的胆汁，一个是储存，另外进一步浓缩。然后呢，再把这种胆汁通过十二指肠，分泌到胃里边。帮助胃消化，这是胆囊的作用。胆囊的反射区在第四椎骨和第三椎骨之间，那个骨头缝儿。胆囊的操作方法，大家看，也是用单十字扣拳法，一个手固定脚，在第四和第三这个骨头缝儿，也就是肝脏的内侧。固定好，它俩是平行的，肝脏和胆囊是平行的啊。向前施力，这个它的适应症呢，主要是胆囊炎啦、胆结石啦，还有消化系统疾病。胰腺，另外一个腺体啊，就是。胰腺，啊，在胃的后边，后腹部的后鼻这附近，这个胰腺呢，它分三个部分，一个是胰头、胰体、胰尾。胰头呢，正好在十二指肠的弯曲这个部分。胰腺它的主要生理功能呢，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泌啊，酶。
酶胰腺酶，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呢这种胰腺酶啊通过十二指肠，然后呢也是排到胃里边，帮助消化，特别是对脂肪蛋白质这类的食物进行消化。第二个作用呢，它是呢能够排胰岛素啊，排胰岛素。胰岛素呢对人体的糖的代谢起了决定性作用。胃反射区的下方也是有一指宽的个子，绿颜色这个，这是胰腺反射区。胰腺反射区，它在胃反射区的下方，它的反射也是一横子啊，它具体的在这个直尺关节下方，也就是拇指的外展肌放拇指的外展肌这个肌肉上啊，拇指的外展肌，看到这个肌肉也是用单丝以后卷法啊，这一线的位置放好以后，固定好以后，往前顶啊，实力。胰腺呢位置呢，这反射区啊治疗疾病还是比较广泛的，特别是对糖尿病，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糖尿病比较多啊，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发病率最高的糖尿病。另外呢胰腺炎啊，胰腺炎第九集，脉管系统在逐步的反射区，心脏，人体的心血管系统的主要脏腑器官是心脏。它被心浆列为偏左，所以呢，它在呢左脚啊，它的反射区在左脚上啊。心脏它主的它的生理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它在每分每秒的不停的跳动，通过它的一收缩和舒张，把血液通过动脉射到全身，进行血液循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循环，然后通过静脉把人体的代谢产物回收回来，然后到肺啊，以后呢进行的气体交换以后，或者肾脏排出以后，这是所谓的小循环啊，小循环就是人体的通过大循环小循环来完成机体的各种的生理功能。心脏反射区的位置位于左脚，第四指骨和第五指骨，肺子反射区的下缘，这个位置，啊，在肺子反射区的下缘，第四指骨和第五指骨，这个中间间隙，这是心脏反射区的位置。心脏的反射区位于第四指骨和第五指骨，也就是肺子反射区的下缘这一部分。心脏反射区的手法比较多啊。首先讲轻手法啊，轻手法也是用拇指腹，拇指腹固定好以后按压啊，拇指腹是第一种手法，轻度的手法。第二种手法啊，是中度力的手法，
用单食指扣弦法，也是用第一指关节的关节这样顶住，固定好以后，啊，向前，往上稍稍微用力啊，向前，往上，这是第二种手法，单食指扣弦法。第三种手法也是用单食指扣弦法。但是呢，力度要更重一些了啊，力度更大一些。比如说三次到五次，这是去检查心脏的三个部曲啊。用一个顺口溜讲呢，就是心脏检查三部曲，由轻到重有次序啊。三部曲是心脏，心脏它主要适用于呢，这个心脏的各种疾患是吧？主要是对这个功能性疾病效果比较好。功能性疾病啊，比如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冠心病、等等啊，这是心脏。另外呢，还可以用于。心慌、心悸，这些都可以用来观察。脾脏，它位于人体的左侧，人体的左侧在后壁上，所以呢，它的反射区呢也在左脚，在心脏的下方。脾脏它的生理功能，它是作用很广的。第一个，它有储藏血液的功能，人体的30%的血小板，都在这里储存。再一个呢，它有呢助消化的功能，助消化的功能。第三一点呢，它能够呢分泌一些淋巴细胞，也是 T 细胞，增加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啊，脾脏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脾反射区的位置位于左脚，心脏反射区的下方，也就是第四指骨和第五指骨中间的间隙。脾脏，心脏反射区下一横子，这一横子是指通神寸，客人的那个小指头的大小，用这个来。衡量一横指，也在这个第四、第五指骨的这个骨头间隙的位置啊，放在心脏反射区的下缘啊，在这，所以啊，心脏、脾脏，这个手法呢也是用单十指扣弦法，咱们扣弦法，按压啊，向前。直接向前顶压就可以了。这个反射区呢，适用于呢造血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贫血了。另外呢，它可以治疗呢，就是各种传染病都要做它，比如急性肝炎啦，这个伤寒啦，还有一些细血虫病啦等等啊。另外，你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也要做这个反射区，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胸部淋巴腺，胸部淋巴腺它位于脚上的双脚啊，双脚都有指骨啊，指骨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中间这个间隙啊，骨头缝的间隙，也就是喉、食道和气管的下方这一块区。下面介绍淋巴系统的反射区。胸部淋巴系统，它位于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骨的间隙，也就是喉、气管、食管的下方。它的操作方法是，啊，
看狮子拐耳法，啊，拐耳法，五指固定，狮子弯曲，用狮子的侧面，它首先固定在啊骨缝中间啊这一种面，然后向脚趾方向按压。这个管制区主要适用啥呢？胸部一些淋巴系统疾病，比如淋巴腺发炎了，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了，啊，都可以做。或者是各种有炎症，胸部有炎症，外伤性炎症啊，或者是脏腑炎症啊，都可以做这个管制区。上身淋巴腺，它的上身淋巴腺位于脚的内侧。上身淋巴腺反射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回收淋巴液和抗炎的作用。它的位置在外踝关节的下方，也就是距骨和外踝关节这个位置。上身淋巴腺，它位于脚的内侧，也是内踝骨尖和周状骨，啊，他们这里所夹这个角，这个坑啊，凹进去的。这做的时候呢，用掰十指扣拳法，用这个骨头尖啊，这个关节尖，把脚这个被找准以后，放好以后吧，哈，不要着急往下压，逐渐的用力往下顶压。逐渐的用力，不要用力过猛，然后轻轻地抬起。第二下，第三下，一般做3次到5次就可以了。这是一种手法，你可以用那拇指腹啊，拇指腹拉住，用力。它的适应症主要是那上身。淋巴系统的一些炎症，比如淋巴腺炎、淋巴结炎，还有那免疫功能低下、皮肤感染啊、发烧啊，都可以用。下身淋巴腺，下身淋巴腺，它就是胸腔以下的淋巴系统，它是回收营养成分和有抗炎。作用。下身淋巴腺的反射区的位置位于脚的外侧，踝关节和股骨所夹的脚，啊，是夹脚。它具体操作也是，用手啊，用单十指扣拳法，用这个第一指关节的顶部啊，顶部往前，位置反对方找准以后啊，记住什么呢？不要按在骨头上，踝骨和底下这个肘子那个股骨上啊，前这个千万要注意，如果按在骨头上，疼痛是很难忍的。然后你找准以后啊，逐渐的往下施力，用力啊，用力的，逐渐的一点点加力，到一定程度啊，客人这个脚还能承受得了，因为你有一定手感以后，客人呢他也有那顺麻胀痛的感觉了。这时候到位了，然后呢，抬起来做第二次、第三次，这样做3次到5次。这个呢，它这个管制区呢，它主要适用症呢是胸以下淋巴系统有炎症，啊，有皮肤感染、淋巴结发炎和一些其他器官的炎症，都可以用的管制区。Thank you.
第十集，生殖系统在足部的反射区。下面向大家介绍人体的生殖系统。人体的生殖系统呢分男女，男性的生殖系统主要包括睾丸、前列腺，女性的生殖系统主要是卵巢、子宫。生殖腺，生殖腺系统的反射区有两个部分，在足跟双脚的足跟正中央的位置，这是一个反射区。另外一个反射区在脚的外侧，足跟根部的外侧，就是三角区的部位。它们的主要功能，男性睾丸主要生成精子，女性是卵巢主要生成的卵子，这是他们的这个生殖腺它的主要功能。下面我讲一讲生殖腺反射区的做法。生殖腺反射区呢，位于足根部正中间的位置，正中间的位置。它的操作方法用扳十指扣弦法，扳十指扣弦法用这个指关节的顶部顶住以后向前用力做了3到5次。操作的时候呢，一定的力度要均匀不要用力的时候你一定要压下去以后停顿一会儿停顿一会儿，不要很快的操作这样就效果不好。一个呢，施力以后停一会儿，然后呢再换第二个动作。这是生殖腺。生殖腺的第二个反射区在足的外侧脚的外侧，就是在根部的根部这个直角这是一个直角，这是一个斜点，在这个三角区之内。这个位置也是代表男性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睾丸，女性代表是卵巢在这边也是生殖腺。它具体操作方法看一看。用扳十指刮压法，一个手握脚，另一手拇指固定，十指弯曲用它的侧面做这样半面的刮压，刮的同时要有压的力度刮压法，扳十指刮压法，具体用力的地点在这个位置十指的侧面还是内侧。再操作一遍，拇指固定一手握赤脚，拇指固定，十指弯曲，侧面放在这个反射区的位置上，然后做大面积的刮压。这的时候呢，不要呢碰到这个外侧的踝关节在这肱骨下方，踝骨的下方。这两个反射区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代表男女生殖器官。子宫、前列腺。前列腺和子宫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根骨这是三角形的位置。这个呢主要是什么呢？代表女性代表是子宫，男性代表前列腺。子宫是胎儿发育的地方，前列腺它主要是和精子和我们一起以后排出体外。子宫和前列腺的反射区它位于脚的内侧，也是在根骨的内侧。这是一个三角形，这是一条斜边，正好在这个三角区之内。
啊，三项区域之内。他的操作方法也是用单食指拐压法，等等，食指弯曲啊，用这个侧面，侧面，看具体操作，一个手赤脚，拇指固定，食指弯曲，压在这个板凳席位置上，然后大面积的刮压，在刮的同时要施加压力，所以叫刮压法啊，单食指刮压法。和外侧的生殖线是一个手法，它俩的位置也是对称的。这些板侧区他们的适应症啊，适应症主要治疗不孕症、月经不调、性功能低下、痛经、前列腺疾患啊、前列腺肥大呀、前列腺炎呐等等。胸。胸，啊胸，它主要是呢是两个乳房。胸部反射区，它位于二三四脚趾的下方，啊，大约呢也有三指宽，形成一个正方形这个位置。这个胸部它主要代表什么呢？胸腺，胸腺，也就是两侧乳房，啊。它的操作手法，大家看一看，用双拇指肚推压法啊，双拇指推压法，看看。四个手指在脚底固定，拇指平放在平行的放在三个脚趾的下方，然后呢向下推压，在推压的时候啊，推压的时候就可以治疗和检查胸腺疾病，比如乳腺炎、乳腺增生和乳腺癌等。阴道、阴茎，这是阴道反射区，它从膀胱坎反射区向后方推一个斜行直线。阴道和尿道反射区从膀胱的位置向后方推一个直线啊，斜行直线。他们用拇指腹推压法，一个手握脚，拇指腹啊，拇指腹放在膀胱的位置上，啊，向后方推一个直线，斜行的直线。这个位置呢，主要是呢，女同志呢代表阴道，男同志呢代表阴茎，治疗呢这方面的疾病，你比如说。尿急尿频啊，这个其他的生殖系统器官的疾病都可以。腹股沟，这是腹股沟反射区，它位于胫骨啊，胫骨的上方，两指的部位啊，位于胫骨两指的部位。腹股沟反射区，它位于内侧的胫骨的啊侧面啊，胫骨侧面，也就是内踝骨的上两指，在胫骨正胫骨上有个凹陷的地方，有个小坑啊，正好。这个手法呢是用拇指肚按压法啊，拇指按压法。首先呢，一个手赤脚，一个手拇指肚在这个位置放好，然后往下按压一遍。两遍、三遍，主要包括你生殖器官的一个疾病，所以呢，在女同志当中啊，你说呢？妇科疾病，还有男同志的男科疾病，都要坐这个位置。这是下腹部反射区，它主要位于盆腔，啊，位盆腔。一些妇科疾病和男科疾病，
风寒热气主要是妇科疾病用的比较广，比如痛经，痛经以及其他妇科疾病，也就是盆腔疾病，都可以用这个杯，都可以选这个热气。